学哈，那我们就来抽哈。那这里有六份哈，那我们请李立满来抽哈。719陈彩虹同学在哪里？恭喜你哦。好，第二位是726啊，726。好，第三位是75。还可以，第四位是204，第五位是522，第六位是511，六位哈，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就给这几位得奖的恭喜他们哈。是啊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他也要捐出来啊！哦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就再多抽两位，我们再抽两位 ，OK。好，肖鸾同学604，来恭喜肖鸾。711，李月芬同学，李月芬同学。李月芬同学有没有在现场？有吗？有有有啊！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来，这几位你要谢谢那个宋同学。我们在三年前在这里办那个我们国小50周年同学会，也是学堂同学办的。他也是忙到没有办法吃饭，啊，阮家家婆就是要给伊食饭啦吼，阮家婆安尼好无？啊，可不鼓励一下咯，真的，人生难得，难遭难遇，每一个50年，你看我们50年一晃就过了。今天有个同学在LINE上说，人生像铅笔一样，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写完了，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。今天能来的，我们都给他赞叹，拍手鼓励一下，赞叹你们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抽这个哈，我们家是哪个同学送的哈？学长，你慢慢吃哈，吃饱一点再换你。102，还是一般的喽。一般的102的同学，一般102有吗？好，来来，欢迎你，恭喜你，102嘛哈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谢谢102，来来，这个同学认识一下。一般。魏秋阳，一般魏秋阳，来跟大家挥手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抽这个哈。一起
天然钻石的小玉。
两个数字加起来，最后一个字哦，两个数字加起来，三个数字加起来，取最后一个。神秘礼物，印钞机，印钞机。好，今天收这个大奖。310，310，3班10号。310，3班10号是谁？三班找来的哦，曾德忠啊，曾德忠来，哦，站。我看一下印钞机啊，没关系啊。好了，接下来，这个是钻石的哈、哦，你们知道哪一班？来确认一下，这一班是谁代表？谁？哪一班？等等，谁？一班是代表反焦的呢？厉害，厉害，这一班哦，来一哦，一班嘞，一班下，这一班是谁？一般代表是谁？摸到钻石是给谁？啊，你来讲吗？来。一般这样是吧？一般是有没有？有的。你这边是几个？都是正好。来，第一关先好一个，来第一班，第一班讲很好，结果了。哇，你不听讲啊？你们这边是谁？你这边钻石摸到是谁的？还有一个，我们还有一个，第一班我。山上的关系啊，所以说他需要了呢。